没有办法稳住阵脚。主手打在了游击方向，有一手拦下来往二垒传，二垒这边有抓到。但张正的这个球不简单呢。林哲佑其实打得很好，很强劲哦。他屈前守备来讲的话，反应真的还蛮快。这分打出去之后，这种状况三垒上的跑者看起来是一定回得来。对，就这分一定躲不掉。但至少张正宇已经抓到出局数，而且是重要出局数。因为他其实有差不多50%的屈前，所以也减少他判断的时间，但他。